已经唱不完了，因为大家刚刚一直跟我们点歌，在我休息的时候，然后希望我们等一下继续唱一下 ，OK， 今天最后一场了。对，大家这个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听歌啊，对不对？那后面我们上传一些歌，小天使欢迎大家跟我们上，最后我们问卷，对，这都是你们啊，我们。Thank you.
那下一首歌呢？我要唱的是理想和概念，是魏晨曦写的《爱你》。
抓心海波浪。好，我抓心海波浪。让我问一下，阿金海波浪的举手。你是我的花朵的举手。你是我的花朵的举手。